那 R square 在哪里？在你的程式里面，好，你不用再打 summary 的，都不用哈，你 summary 里面就有了哈。R square 在这里，它两个 R square 都给你哈，一个叫做 multiple 的 R square 的，哦，0.6119 哈，好，另外一个是调整过后的 R square 哦，0.6099哈，这个。已经算很高了，好，不错的啊，是的。所以呢，其实这里的东西都是在看 Matovic， 你仔细看这里哦，这边从这边到这边，跟甚至连 F 统计量都是一样，这边在看的都是看 Matovic， 我这个线性的 model 有多 fit。好，那上面这里呢，这里是看的是我的每一个参数，好，就是我每一个系数，好，这个系数够不够显著，好，就是说它够不够有影响力，好，它离零，它是不是离零，它是不是不是零，好，这样。所以前面看的这个 coefficients 都是在看系数的，那下面这三行就是在看 model fit， 好，这边就在看 model fit， 所以这个它其实把所有的我们该有的东西都跟我们讲。